这个算拍拍。Q卡，Q卡，他居然来了。他在2004年去组建了他跟 Mecca 的双人组合，同时还在2016年的时候，在 GB 的法国拿了世界总冠军。后面我也疯狂的去扒了他们的作品，去学习他们的舞蹈。他是个有名的选手，很有人。小时候我跳的也是那种大 hiphop 的那种 hiphop，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他跟 Mecca。尤其是很喜欢 Q 卡的那种，哇，好大的那种动作，那种风格，特别喜欢。この間中国に来た目的は、その少林寺拳法を習いたくて、やっぱそういうなんかこう少林寺とか他の格闘技にすごい興味がある。中国人现在他走这个步子非常不错，感觉走出来了，似坠非坠的感觉，学的特别好。哦，这个小姑娘首先她就是非常好学，手势带开走。実際にはそれを自分のダンスのスタイルに混ぜたいから、そういういろんな少林寺だけじゃなくて他のダンス以外のことを自分のダンスのために表現力を増やすために結構いろいろやってます。这是什么神仙组啊？好帅哦，这一组好帅。好，先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塔纳卡，我的中文名字叫卡卡，我来自于津巴布韦。哇，中文讲得好好。这么溜的中文讲比我都好。我现在在中国待了6年，在成都，所以我就是一个四川人。咱们就是一个老乡。四川的，巴适的呗。真气，巴适的很。好奇怪，来坐这个车哈。老师好，我是小西，来自河南郑州。哦。掌声。大家好，我是安妮莎，我是法国人 ，and 我做非洲舞蹈，然后 Afro and Hip Hop。哇哦。大家好，我叫甘博。甘博。我今年17岁，加十。然后我在中国这边待了10年，然后我觉得我中文跟卡卡也差不多一样好，但是你们看不出来我是老外。我的比你好。然后我什么都跳，反正 ，Let's have fun。Yes。京香です。日本から来ました。26歳です。ヒップホップカテゴリーで世界一のタイトル持ってます。京香，我看过你很多 battle 的视频，然后我知道你们从小就开始比赛，但是你为什么选择作品呢？いろんなジャンルを踊るのがすごい好きで、なんかバトルでも自分を出せるんですけど、ショーを選ぶことでこういういろんなジャンルの人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とって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を分けてもらえるのでショーが好きです。哦，格局太高了，好卷哦！我很喜欢 Q 卡，在我10岁吧，我就一直在看他们的视频。Q 卡让我没想到吧，他 battle 比较多，他愿意放弃他的优势来跳作品，也是让我蛮佩服的。那就期待你们这个作品，好，大家可以做准备。Let's go！五国联盟，我的天！Jello, J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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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lla shake like J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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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llo
Bring it up by yesterday and put it over there to make it jiggle on the beat, make it jiggle on the treble. Girl, I go and so bad, me happy ball, loud hello. Girl, I shake like c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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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lo. Want to give me something more, tell her make it shake like c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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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lo. Want to sit down to the little fellow, jiggle up like. Girl, I shake like. Girl, I shake like. Yalla shake like cello. 开始了，对，好帅，好帅，好帅，对 ，Q卡很傻啊 ，Q 卡，最帅的女人，好帅啊，好。那我们先做出我们四位队长的选择，三、二、一。肯定啊，肯定啊 ，nice。不同的国家一起的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让我们看得很轻松、很开心，甚至你能看到他们的那种在享受舞台、享受舞蹈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舞蹈是不分国界的。这个作品我们一听到这个音乐就直接有那种在巴西街上的 party 那种感觉，因为我知道在这个节目里没有那么多人跳 afro，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节目丰富起来， like make 大家嗨起来， like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真的很丰富，丰富，但是整个感觉都是一致的，嗯，对，但你还能看到每一个人的特点，还能看得到他们，有剧情，有舞蹈，有技术，有编排。整体的感觉就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过程，每个人的融合，每个人的舞蹈，每个人的风格都展现得特别的好。对，多谢。我特别喜欢你们选的 Reggae 的这个音乐，因为我自己最近也在学习 Dancehall 或者是 Afro 的一些东西，觉得有被点燃，然后希望有机会可以跟 Anissa 学习一下一些 Afro 的东西，在一起学习。对，我印象很深刻，这个钢炮在做一个呼呼的时候，大家的配合度都是很好，所以那个一个动作的画面它是架背了，就是很有一个团队的一个感觉。我觉得从开始到结束就是有点还没看够的一个感觉，跟音乐就是会让我们一起律动的。没事，下一期可以看。